许啦，有这么帅吗？让我俩看看到底有多帅。哎，这几个不就是奥特曼的人间体吗？啊，奥特曼还有人间体？这你都不知道？他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这不是意料之中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怎么奥特曼都变人间体了？嗨，那还用想吗？肯定是怪兽干的呀。那我们是要找这些人间体变成奥特曼吗？当然，不过得让我好好想想。问题看我的，泰坦斯奥特曼、杰德奥特曼、杰德奥特曼、德凯奥特曼，嘿，找到了，大古是迪迦奥特曼的人间体。小霞，你这么快就找到了，也太厉害了吧！哎，这个大古真是越看越帅，哎，真服，真是一点事都不管呀！哈，别管他了，我们还是赶紧找下一个人间体吧。好，下一个就是朱星环。不行，这个老头看起来不帅，看起来怪凶的。不要关注颜值，我们要关注重点好吗？我知道这个老头是哪个奥特曼的人间体。是谁呀？你快找出来。你等等，马上就找出来了。麦克斯奥特曼、盖亚奥特曼、德凯奥特曼。嘿，找到了。嘿，赛罗是个大帅哥耶。你闭嘴吧。你确定是赛罗啊？赛罗奥特曼、宇宙恐龙之盾法尔克斯、高斯奥特曼，嘿，找到了！赛文，朱星团是你的人间体吗？还得是你啊，小小，脑子转得快，找卡也快。小小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我脑子要是有你一半机灵就好了。你就得了吧，别捣乱就行。就是，我们还是赶快看看下一个人间体吧。这是谁呀？有点眼熟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我只知道他好像比迪迦的人间体还要帅。问他也是白问，还好我知道这个人间体叫雾奇。哦，原来是雾奇呀、啊！早说嘛！怎么，你认识这个帅哥吗？别这样看我们，我就是喜欢看帅哥嘛。你最好是闭嘴。你知道雾奇是谁的人间体吗？我当然知道呀，达古、罗索奥特曼、阿布索留特、迪亚波罗。嘿，就是你没错啦，托雷基亚，你确定是他吗？他不是个反派吗？就是他，你就看着吧。布奇，你是托雷基亚的人间体吗？答对了，答对了。那就只剩一个帅哥没找到了。没错，让我来看看是谁。嗯，他，我怎么感觉我没见过这个人间体呀、啊？没见过，我来看看。嗨，他呀，我知道他是谁。啊，你就知道了，那他是谁呀、啊？他叫红凯。我不记得他是谁的人间体的，你有印象吗？我就更加不知道了，我连这个人都不认识。哎，好吧，